竖起来出上方，对，你就不用变形了。我怕烧一下，那还要，这个挺好。木头的效果更好。实木的话就可以。对，就密度均匀的那种木。这个密度板密度雕浅，你看雕这个3D 的话就雕不出来了。雕不出来，烧的。吹气也太小。吹气还是小。这个轮长出来了，还能往下面。别挡着 logo 了。从地那边的吧，是。